这个恭请慧律法师我们开始。Are you ready? Oh yeah. 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印老啊，以及诸位比丘、诸位比丘尼、诸位法师啊，诸位在家居士啊，大家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啊！这个来到这个洛杉矶这个地方啊，这是很亲切啊。不但国语可以啊，大家听得懂。好像大家都台湾话也听得懂啊，台语也通啊，有人在摇手了，但是据说有广东啊，啊，这广东的是吧？啊，我们当然是用国语来讲啊，用国语来讲。我这一次是来这个美国啊，啊，从小就听过美国。美国，因为小时候人家告诉我，这美国啊，秘境者。那么这个出家以后啊，最大的一次海外的这个说法呢，是在新加坡啊，新加坡的金文泰体育馆，那么这好几万人啊。那么这个来到这国外啊。弘法的这些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去过，美国这个倒是第一次来，也不是做专程啊，哦，专程，我们的整个团体啊来这边呢，啊，走一走啊，哎，走一走，然后啊到哪一个地方，我们先到海外去啊，然后再来这个洛杉矶到 San Francisco， 哎，总共行程15天，15天。看到这个这么多人这么多热心啊，就知道众生这个求法呀，心切，很心切啊。有的人他不是来求法的，他是来看慧律法师，他到底是长得是怎么样，是不是高锥高锥呢？是不是据说很矮，到底多矮呢？你来看吧，啊，哇，有样都不多喊得掉，各种心态都没有关系，反正见面就是一种缘呢，啊，见面就是一种缘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佛陀告诉我们啊，这个宗教啊，它本身是一个理智的延续啊，不是感情作用。宗教是理智的延续啊，它不是感情作用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信仰一个宗教啊，它本身是一种理性，是一种智慧啊，那么它不是一种感性的作用。那么什么是宗教呢？就是可以用生命下赌注的，这个就是你心目中的宗教。人的一生如果没有这个宗教，尤其是佛法，生命就完全丧失意义啊，没有任何的意义，跟草木一样的。一天早上起来就吃饭、穿衣、刷牙、大便、上班、下班、看电视、睡觉、生孩子，第二天再起来刷牙、吃饭、大便。上班、下班、看电视、生孩子，这公不会这么不这样搞生了哈。啊，这every day is same, no different。每天都一样的，生命是什么东西，搞不清楚。生是怎么来的不晓得，死往哪里去也不晓得，通通不知道。
对不对？不知道啊，那完全不知道。所以啊，我曾经在台湾大学告诉他们，任何一个学者、宗教家啊，除非佛教，任何一个企业家，乃至于哲学家 ，philosophy 是形而上的学东西，或者是，科学，大企业家，到最后都要找宗教家，为什么？茫茫然的，包括政治家。所以台湾有一个高官就做得很大的来拜访慧律法师，他就说：“师父，我告诉你，虽然我们官做得很大，啊，官做得官真大，官大就上中间啊，官很大就是快死掉了，官真大。哎，像我们这个官当得那么大哦，是苦恼，也是很苦恼。”非常的苦恼，对，所以政治家到最后是要找宗教家，大企业家那个钱赚的非常多，所以有一个大企业啊来找师傅啊，说我们这个财产啊是算几百亿的，这个一个大企业家是说我们这个财产的几百亿哦，可是就是。人生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也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每天呢、啊、都是这样子的日子，钱是很多，我就跟他讲，钱够吃够穿够用，其他剩下来的叫做 number play 啊，数字游戏啊。你那么多钱，你做什么？你敢不玩乐？你不会烦恼吗？对不对？会人家绑票啊，对不对？很少听到说穷人在绑票的，对不对？像我们三四十年前台湾经济不好，如果绑到我家，那他惨了，他绑到我家打电话到我妈妈那边说，哎，我绑票你的老大儿子，你要拿多少钱来、啊、我妈妈一定会说，老二，你要不要顺便送给你？他养不活了，绑票嘛，确实然，哪有这个名词的？没有这个名词的，现在有钱的烦恼，没有钱的烦恼，生命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啊，有人问说，师父你移不移民 ？Immigration， 你移不移民？我说 No。拥有一个好的环境不如拥有一个好的心境、所以说呀，这个大企业家，再来我们举一个例子，因为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是自信清净，那么后来啊跟几个人研究过啊，他说这里啊有很多是初学佛法的人，初学佛法的人对这个禅的思想啊那不容易啊，那不容易啊，那你说听了两个钟头也不知所云，你禅他没有下手之处哦，没有下手处，处处是处处不是，讲了两个钟头一共你写的工上面挖跪，真熬料坚定啊，你在讲什么挖跪啊，这听不懂，这我在心挖干了就这龙天我，龙天我，那这样子也不行啊！你始终要给他一个具体的观念，给他一个引导，一个希望。人总是要活在一个希望之下。你谈两个钟头的禅，他完全听不懂，那这个还是不受益的，对不对？所以啊，这两个钟头一定要让你啊法喜充满，生命啊活得非常有意义，又非常有意义。佛法呀、啊，如大海。但是饮一滴即知千味，佛法呀，你只要沾一滴，就知道大海水是咸的。佛法也是这样，你如果了解缘起法，见缘起即见道，见到缘起法，那道就显现出来。是不是？禅宗里面说，当你无所求的时候，我们的清净自性自然显现出来；当你对这个世间无所求的时候，我们的清净自信就会显露出来，
本质具足的，对不对？好，好了，所以这个说这个佛法呀，如果要三根普被的话呀，这个要达到理事圆融，就必须用例子来解释，不是不能在理上一直打转呢、啊，要举这个实在的例子，实在的例子。所以啊，我们今天呢、啊，本来我是准备啊很多的禅宗的思想，是不是？看一看、啊，有的人说这里有的初学佛法的人，对佛法认识不是很深。这个演讲的人就是这样子的，比较累一点了，你讲的太浅了，他就说这个法师啊水准不够，很烂。我以为慧律法师很会讲经说，原来都在讲笑话。啊，你这拍谁啊？如果讲得很深，讲到华严，世事无碍法界，以为无量，无量为一，作为成，转大法轮，世事无碍法界。哇，那这个两个眼睛瞪得很大，没办法，他完全，他一生一世都是生活在观念里面，他完全没有佛法的底子，他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那时候就变成这样考虑，因为才两个钟头，对不对啊？两个钟头最主要就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看有什么要相应的地方没有。有的人来听一听不太相应，最后他发粽子很相应。一个分肉粽，这个很相应，对不对？听个听无，至少来摕一个肉粽回去，还蛮相应的。为了对吃就蛮相应的。好了，有一次啊，所以我今天变成随性发挥了，没办法讲的什么自信清净啊，那没办法的，这个变成要随这个因缘法来发挥了，是不是啊？发挥了。有一次啊，睡了一半，那打电话来，他说有。师父啊，这个七三啊，这个信徒啊，要加持。我说为什么加持啊？说他儿子啊不会处理，哇，吐血，这是后来我才听的了。那我刚开始啊，是，本来我是要去助念的。那么他们这个儿子啊是读博士了。医学博士，这个外省人叫医学，医学，真的，我们就是这样子啦。我们教授他讲是你是哪人呢？我说湖南，怎么的这个墙有个墙啊？打电话来去助念，我去助念的时候，他们。看到和尚啊，很不投眼，就剃个光头。去的时候，医学博士啊，人家是博士啊，我们不是，我们只才念到硕士而已啊，才差他一级，然后他就说，你们做什么？然后又看一看，然后旁边有个人就说，啊，金龙买卖探红包就跟我说我们通通要去探红包的，是我们也没有要求你多少。不过你供养我们也不会拒绝，所以是不是？你说、我们也是笑一笑，禅宗里面讲啊，动静一如，性相一如，体用一如，我们是学佛的人呢、无所挂碍，无入毁谤赞叹，就等同白天跟晚上一样的自然，这个世界一定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有赞叹他就一定有毁谤，就是这个世间呢很简单，赞叹跟毁谤就像白天跟晚上一样的自然，就像春夏秋冬一样的自然。你说你这个和尚是来赚红包的，我们平亚帮回去啊，那么这个医学博士就他的妈妈呀死了，快断气了，急救到上司，急救，哇，心脏咚咚咚，所以想着，
拼命急救急救。其实医生自己都很清楚了，他妈妈七八十岁了，那根本没有办法了，就压一压，拼命急救一压，那个整个血都吐出来了，吐出来了，整个脸呢、全部都发黑，发黑了啊！因为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教授都是这样上的，发黑啊，就发黑了，是不是啊？这下没办法了，医学博士也没办法了，对不对？这下医师是束手无策。医师束手无策，就要请法师，同样是师就差很多了。这一科他没办法了，这一科他非得找法师不行的，啊，弄得吐血了，脸都发黑了，在旁边哭。啊，我去的时候捶墙壁，我读到医学博士，竟然不能救了我的母亲，我就跟他讲，你省省吧。就是释迦牟尼佛也没办法呀，是不是？来来，停止吧。哎呀，这没看过博士哭，原来读博士也会哭，啊，这哭得很厉害，对不对？你不晓得，这如果佛法的一句话就解决了，这哭什么的？佛法的一切法无常，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我，这什么？在这个无常的世间，随时随地你都要准备死亡。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心理准备，对不对？我们因为没有心理准备，觉得哦，这个很惊讶，死对死亡好像一个啊很神秘的。那当然，因为你不知道嘛，是不是？我就说啊，医生啊，我们要不要回去？他说哦，不要了，不要了，你法师你来帮忙。然后结果他的儿女都不敢过去，哎，我就跟他脸擦擦。他们很怕死人的啦，很怕死人，脸擦擦，对不对？我说你不要动，16个钟头，一般人主张8个钟头不要动，我主张16个钟头不要动。我说你们通通不要动，我来跟他加持，你们在旁边就助念念南无阿弥陀佛。如果你们是很孝顺的话，就这样做，哭不能解决问题。啊，如果说我跟他讲，如果哭他会活起来，我装麦克风给你哭，他大声的念一起来啊。可是哭不能解决问题，对不对？哎，就你就旁边助念就好。哎，助念。哎，我们就在这，因为我学过密法，学了好几年，然后接手印观想半天，跟他放蒙山，妈的，这样子啊。那个脸色啊，那个脸色，那助念的时候啊，脸是发黑的啊。像助念的时候，助念到7、8个钟头以后，你知道吗？啊，我得一直看夜视呗。哦，弄了很久，他不会死啊。啊，这样也没死。哦，很累，很累。哦，很累。我想，哦，对，我们在相信是不在。哦，很累，然后，我、哦、一直看，哎，这怎么都不死了。啊，这很累的。我不是讲爱死，但是我实在站不掉。哦，怎么不快点呢？这个助念老半天。哎，后来哎，那断气了。哎，这个脸了，哎呦，就变了。哎，这个脸了，整个变了。加持以后，哦，当天呢、就跟他放蒙山，哦，这个脸色整个变了，变得哎，后来微笑，全家人都看到了。这个一个人一生一世啊。没有学佛，你命中啊碰到这个法师这样的因缘而已啊、整个脸色都变了，他全家人都看到了，全家人都看到了。哇，那这个是，哎呀，全家这是赞叹三宝啊，赞叹三宝啊。哎，然后通通叫过来跟慧律法师顶礼磕头。嗯，我一句话都没有讲啊，他们就全部要皈依。哦、那好快，你知道吗？一下子就解决了。我就该干单了、我都不恭维，都被化为皈依啊！你看，这活菩萨加倍就是这么快了。哎，后来这个博士啊，他说：“哎呀，请法师你开示。”我说：“很简单嘛，你是医生呢、你可以医人家的肉体、我们的烦恼，你能不能开刀 operate？ 你是外科医生，你我说我现在很烦恼。”麻烦你帮我开刀。他说：“哦，这个没办法，有形的你割得掉，那无形的你怎么割呢？
是不是？所以无形的就要请法师来割，所以我们也是外科医生，我们是内科医生，专门割烦恼的。哎，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喽，第一个例子了哈。第二个例子啊，是高雄，就在高雄。有一次啊，我在高雄佛教堂啊打八关斋戒，哎，八关斋戒，高雄佛教堂打八关斋戒，刚好啊，有个林老师四十几岁了，他弟弟啊，中医师得肝癌，也是癌症 cancer 死掉了。这个死的时候啊，哎，刚好那一天刚好打八关斋戒，这个中医师是从来不信佛的，是因为他哥哥有参加啊这个佛教的团体的活动，那么这个林老师是善良又古意，古意就是郭姨啊，很郭姨啦，郭姨就是憨厚啦，很善良的一个人。那就是哦，他四十几岁得肝癌，那个肚子肿长起来，那个脸全部都发黑了，全部发黑了啊！我先举两个例子，就是给大家了解一下。你像麻烦了、啊，但是哎呀，慧律法师啊，哎，这个请你慈悲啊，我的弟弟啊，肝癌啊，我说没关系啊，今天刚好碰到一百多个八关斋戒，这是你弟弟的福报。我在吃八关斋戒的时候啊啊，然后跟他回向。就在回向，回向以后啊，哎，赶快赶到停尸间，停尸间去，哇，这个脸呐、啊，啊，就完全变了，完全变了。后来再当场就跟他加持，再盖往生被，往生被，哇，那个脸呐、啊，跟活人一样，你看不出他是死人，他就这样子会笑的，他们全家人都看得吓一跳。本来那个死的时候是眼睛掉上来，哎，我们跟他回向加持以后，脸全部都是变微笑。这个佛法这种东西，你不信则已，你一下子一碰到这个佛法，哇，那不得了！他的全家都觉得很奇怪，这么不可思议。是啊，是临命中助念十念，正念十念就往生极乐世界啊，对不对？啊，还有就是说。哎呀，慧律法师啊，他也、啊、你看那个脸那么好看啊，我说是我的脸是很好看的、啊，他的脸也是不错的、啊啊。你还有什么要求师父的吗？他说，哈，在世的时候都一直要求土葬，要求土葬。可是啊，这三个孩子啊，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啊，还没教育的孩子都这么小，需要经费啊，需要经费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他现在已经死掉了。我们想要用火葬的，可是又违背他的愿啊！我说这个简单啊 ，easy，no different。这个跟死人讲话，这个我最内行，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嗯，这日本话叫 no problem 呢，日本人讲英文不标准的，哎 ，no problem 呢 ，no problem 呢哈，哎，我说这很简单，哎，我就说你们等一下啊。点，我说你点三支香，三支香我就拿到外面去招请。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供华严经，一切唯心造。嗯，不不对啊，那不对，给你多来担待，对，就叫请招请王灵来，就招请王灵来，王灵来，哎，王灵，这个死亡的灵魂呢、啊，死亡的灵魂就是招请来，要招请来，啊，就好像演歌仔戏这样讲，哎，随我来。嗯，随过来，哎，就来到他的尸体的旁边了，来到尸体的旁边了啊。因为佛教啊，没有不讲把杯的啦，佛教不能把杯的啦。可是呢，死人不会讲话啊，死人不会讲话、啊，对不对？哦，死人他不会讲话、啊。我是说啊，这间道场啊，有个比丘尼啊，哎，他有方便的、啊，可能的杯。别告那个，我讲你去解体啦。嗯，不，死人也未讲话，我外人也捌死人的话是安怎讲？你又讲不通，来，有宝贝啊！哎，我就跟他讲啊，这记住哦，哈、哦，你看看了、哦、哈、哦，哎，说啊，某某人啊，某某王者啊，你的儿女啊，
还要教育啊，你在世的时候说要土葬啊，要花很多钱啊，现在要给你火葬，把节省的钱啊给你啊，儿女啊去读书啊，好不好？如果好的话要联系啊，不可以动摇，联系要拔三杯啊，啊这样子。哎，我说你注意看啊，反正青菜拔的一定有杯的对，哎，丢上去一杯杯给两杯三杯，你看通通啊呢都没有啊，哎，这个否定，你看都是肯定的，哎，就那么巧合，哎，这事情就解决了。由这两个例子来，两个通通没有学佛，他另外一个他哥哥有学佛，就以这个例子来告诉诸位，能够亲近到三宝，听闻到佛法，这不是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可以碰得到的。所以我今天呢、啊，非常的替大家高兴，可以听到正法啦！啊、哦，你们是很幸运的人啊，非常幸运的人，你们可以自己鼓掌。哎，所以、哦、我们呢要感谢哦，这些法师们啊，这在洛杉矶啊。开示佛法呀，让你们知道在这个美国啊，来听经闻法呀，啊，人生才有意义嘛，对不对啊？如果一个人的心境啊，他是个体悟道的人，那这世间呢很平淡的，很平常，没有什么叫做神秘的东西，一切都是因缘生，因缘灭，一切都是短暂刹那变化的东西。对一个修行人来讲，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叫做神秘的，也没有什么叫做稀奇的。对不对？没有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到什么七祖文化村，好爱那个七祖文化村，哦，那七祖文化村，哎，对不？哎，七祖村啊，就是这样子，哎，他们就是，哎，请人家一起去表演啊，看一看啊。可是我们有了解佛道的人，一切法无常啊。你怎么唱歌啊，他是纽西兰啊毛利族的夏威夷的土著啊，就在那唱歌跳舞啊，然后啊他们如何啊来生活以前的生活啊，哎，生活是来到美国啊，去向中校的，去向中校的，中校的就是 Are you ready? 哎，就叫你 Oh yeah 有够变大的 Yes 的 Yes 的讲讲那句 Oh yeah我那就搞个扁担，那个练功英文就做扁担。哎，所以呢，你讲 Are you ready? Oh, 阿弥陀佛，我拢甲改了，对。Oh, 阿弥陀佛。哎，所以啊，看一看，我来跟你讲，哎，你就是不管你怎么跳舞，哎，你怎么跳，跳一跳，到有一天你一定会死翘翘。不管你怎么跳，大块跳还是上的跳嘛，也要死。哎，男的跳还是要死，女的跳还是要死，通通要死，通通要死。哎，现在啊，活跳跳很快就死翘翘，所以对这个无常的体悟都很深刻，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哎，我们呢还做了这个，好外做这个潜水艇，潜水艇，哎，还花$120呢。很贵咯，贵三三，等于说我就贵三三，国语不会讲啊，还做潜水艇，我以为是潜水艇是什么东西，做个潜水艇，哎，所以说去鱼去看鱼，那错了，是大海里面去跑去给鱼看，因为人家鱼啊，这大海很大嘛，你潜水艇这么一点点啊，就像装在鱼缸一样的。在陆地上我们是鱼把它养在鱼缸啊，在大海是大鱼把人养在潜水艇里面啊，就差这么样一下子而已啊，哎，我们看了啊，鱼在看里面，你们被关在里面啊，你看我够厌头，我说你说不去死提醒去让鱼看，然后就去参观了、啊、哎呀，我以为是海底是什么东西，看看哎，跟咱无半只，看一看，哦，那鱼，哎，就看着一只、两只乌龟，看了，然后沉船，下沉的船被打了啊，
哎，珍珠港好像被打掉了，那个飞机一样的。哎，看一看的，看沉船，然后看一些鱼，啊，就这样子，啊，就这样120块，然后慢慢的浮上来，哎，看一看，没什么差别嘛，跟我家养的鱼缸一样啊，还是热带鱼嘛，对不对？我们每天养了鱼缸，看了它还不会跑了，哎。所以这个，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不知道生命的所在，啊，把刺激当作享受，把刺激啊取走当作永恒，当作永恒。所以佛陀说，人之所以痛苦啊，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世间为我所用，非我所有。人他为什么会痛苦呢？他追求的东西错误了。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我们因为追求的东西非常严重的错误，非常严重的错误，所以我们呢拼命的、死命的去追求，一直执着，一直执着，对不对？就像男女朋友一交往的时候啊，然后就哎呀，爱的死去活来的啊，然后要离开的时候啊，哇，请西周公周嘛呢？哇，那哭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哦。为什么？他认为是永恒的。可是如果稍微有一点动一点智慧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了。你给他分析看看，来，你爱他的哪里啊？眼睛，把眼睛把，你爱他眼睛把它挖起来，不好看。把头发啊，是你最漂亮的地方是哪里？头发，把头发剃起来，当发师，头发送给你，放几天臭了。真的，你说哪个左手漂亮，把左手砍起来放到你家，很快就烂了。所以阿姜茶说，生命人的肉体，人是一块会腐烂的肉，人是一块会腐烂的肉。你要注意观想，把这个执着慢慢的放下。人是一块会腐烂的肉，比如说人家送你一块肉放着，你不要吃，你那块肉放着，你就慢慢看，这几天长蛆，就长虫，就烂掉。我们的肉体就是这样子，我们的肉体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肉体就是这样子，慢慢的认识它，因缘生因缘灭的东西，因缘生因缘冷静，用冷静思维这个世间人都讲假话了，对不对？只有佛陀讲真话了。世间人讲假话，看到你的时候，哦，你很漂亮哦，是不是？你很有钱呐，你很有学问呐，恭维一下。释迦牟尼佛是讲真话的人，他不讲这些。释迦牟尼佛是把世间的真相告诉你。因缘生，因缘灭，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我，没有一个真正的我，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相，没有这些相啊，这些相都是缘生缘灭的东西。我们因为强烈的执着，一直持续认为这个世界是真的，所以当我们失去钱的时候，我们很痛苦；失去男女朋友的时候，我们很痛苦啊，以为我们是拥有它。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弟子们，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我们未曾拥有过任何东西，我们也不曾经失去过任何东西。何以故？一切法不可得。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我们从来没有拥有过任何东西，从来没有，你也从来没有失去过任何东西。何以故？一切法本来就没有。你今天还没有降生到这个啊，哎，在诞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在哪里？没有。你出生的时候，你带什么来？没有。你死的时候，你能够带什么走？没有。我们把这个时间稍微冷静一下。如果诸位还不觉悟，还不能够觉悟，用分别心在看这个世间，我们冷静看看，冷静一下。觉悟的人，起点就是终点。觉悟的人，所以万法他必须回归当下，了解性相，例如
所有的相都是如来藏心引现出来的假象而已，都是我们唯识学里面讲的，就是我们心所引现出来的假象影像而已。我们现在所看的都是影像，没有实在的东西，没有实体可得，没有实在的东西，没有实在的东西。冷静的观看这个世间，慢慢好。我们不要说，哎，临命中这坛骨灰是谁的？这坛骨灰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啊，往后看，我们往前看，挪到现在。现在我们在这里听经闻法。如果我问你，我问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再问你，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你讲不出来。你在追求什么？茫茫然，茫茫然。生命的意义在于觉醒，生命的目的在于解脱。如果没有觉醒，生命有什么意义呢？吃这个吃这个，吃多跟吃少而已啊。吃多就拉多一点嘛，吃少就拉少一点嘛。到有一天呢，身体死了腐烂了，人来自于尘土嘛，到最后回归于尘土嘛。所以我们的觉性要开采出来，我们的自性，禅宗讲的自性，清净的自性要赶快开采出来。清净的自性就拥有的智慧，所以我们讲的啊，说这个 knowledge is power， wisdom is power， 智慧知识就是一种力量，智慧它就是一种力量。我们要是说能够开采这个智慧出来，我们拥有真正的这是人生的透视。我告诉你，记住，有佛法就有办法了，没有佛法就没办法了，对不对？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呢，哭哭啼啼需要人家安慰我们，哎，有谁来安慰我们？有谁来爱我？我们学佛的人就不需要这样子了。你安慰我也是无常嘛，我还是会死嘛。所以说呀，啊，一个人每天都要靠安慰的话，这个人就是一个很脆弱的人。觉悟的人不需要安慰，何以故？一切法不可得，你不需要安慰我。为什么？我们是觉悟的人呢？觉悟的人，我希望大家做圣人。圣人有两种，圣人有两种，一个是孔老夫子那个圣，善人的圣，圣人是真正觉悟的佛陀，世间的啊。啊，这个觉悟的圣人，就是禅宗的祖师大德们，净土宗的祖师大德们，这些都是觉悟的大德。圣人另外一种是剩下的圣，是剩下的废人，也是圣人，就是差这么一点。一个是真正的圣人，一个是剩下的废人，村内慧灵不好，没有用。我们也是剩下的废人，你不觉悟嘛，没有智慧啊。龟干干那边夹，唔夹大颗，推推就一直吃吃，哎呀，那个坐那个飞机呀、啊，苦不堪言。一下子又拿来吃了，等一下子还没大便，又拿来吃了，等一下还没下课，又拿来吃了。哦，吓死人了！坐飞机夹死哟、哦！我一天，哇，那个坐飞机坐十几个钟头了，坐死了十几个钟头，哎呀。跟着这个人家坐飞机是很快乐的，我们这个坐飞机是很辛苦的。这个坐飞机对我们来讲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啊。哦，那是很累的一件事情，没办法了，对不对？啊，后来啊，所以说人家说，哎呀，师傅啊，你这个洛杉矶是不是要搞一个道场啊？搞什么道场呢？道场在心中，我们这里有印老不是不合了吗？还有很多的净空法师、净宗协会啊、星云大师、西来寺啊、唱功啊、妙莲长老啊，就够了 ，enough， 就够了。哎，我的话呀，回台湾呢、啊，就送大量的寄这个书来、录音带来。钱对我们出家人来讲的话，没什么意义的。它最大的意义就是把它散发出去，散财童子嘛。散发出去，钱用得出去才是你的。只是说金钱还不一定是你的。有的人讲，说你怎么这样讲？我说，如果比如说你身上啊装了10000块的美金，
对不对？是不是你的？那可不一定。那如果说你听经出去以后刚好车子摔崩，错开，那10000块的美金是不是你用？不是你用啊，这当然是别人用啊，人家也不可能把你那10000块美金顺便拿去埋葬火化，那不可能要验逃啊。死是死，你的美金很好用的，还是要捡起来。哪里有说你死了以后的那些美金就把它放下去埋葬下去？那不可能的啦，对不对？人就是这样子了，所以记住，从身上用得出去的东西才是你的，钱要布施出去才是你的，还没有用出去的，这不算是你的，还没有做到功德啊，放在口袋是以防万一要做功德的时候，以防万一啊，是不是？哎，有一次台北有个信徒来，台北信徒来到那边啊，就问老师啊，你缺不缺钱？说很奇怪，怎么问法师这句话呢？这法师当然会讲缺钱啊，这还用说吗？那笨蛋，一定讲缺钱的嘛，是不是？因为要印那么多经典，哪里不缺钱呢？是不是啊？嗯，缺钱，然后一看100万，我说啊，那你怎么都供了那么多呢？100万不需要那么多吗？他说，万一我今天晚上睡觉死掉了，明天爬不起来怎么办？我说，嗯，你这个思想我能接受，多开一点给我。啊，不，你明天再来西边嘛。哎，多开一点嘛。啊，讲笑话的了啊，讲笑话的。那所以说，我说像他这个供养的啊，就讲讲笑话的。在这个海外建道场是不容易的，不容易。我在台湾呢，就听到我们的啊这个印海法师是很慈悲的啊，这洛杉矶有一个慈悲的长老，我在台湾就是听到了，哎，本来是应该跟他老人家礼坐的，就很没礼貌啊，大哥跟他电话打个招呼，都是跟老和尚忏悔一下啊，这个应该来礼坐才对的，这是礼貌哦，佛教很讲重视礼貌的啊。那么，所以这个海外建道场是很辛苦的，所以啊，我对海外来拓展的我们的师兄哈，我们的师兄，哎，海外的拓展的这比丘啊、比丘尼啊，哎，这个我们都很赞叹的，真的是很赞叹的，哎，很赞叹的哦，非常赞叹的，他们有这个勇气啊，来到这里建道场啊，实在是你们的大的很大的幸运呐、啊。像我这个人呢、啊，胸无大志，你看我这胸腔，你就知道、啊。我这个人呢，胸腔不够什么很大的，胸无大志，哎，一切随缘度日，哎，随缘度日。在台�湾已经有，我在台湾剃度100个比丘，有7个道场，啊，剃度100个比丘。啊，我不剃度你种的啊，哎，100个比丘有7个道场，那已经够累够辛苦的。本来呀、啊，我可以身高可以高到185公分，结果搞了7个道场，搞到剩下158，就矮下去了。你不要这比茶告汤糟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搞道场啊是很累的一件事情，是很辛苦的。是很辛苦的。好，我们言归正传啊。我们如果一个人有智慧的话，我们见到的自信清净啊，他就有几个特质。这个的第一个，哎，平等心，平等心，平等心。什么叫平等心呢？平等心不是说什么都是一样的来看待他，不可以这样子了，不是这个意思。平等心是在不平等里面不要执着，不住一相，无所住，这个叫做平等。任一切相参差不齐，然后了解毕竟不可得，当体即空，了解不可得，一切相不可得，莫着，不要执着，莫求，无所取舍，是用这种心态，它叫做平等心啊。不是平等心，哎，有一个人呢、啊，哎，他不晓得，无相的道理是什么？他说：“师父啊，我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啊，一直在思维。我说无相是什么？什么是无相呢？”他说：“师父，我这样吃吃吃，哎，吃完了、啊，
啊，那通通没有分别啊。师父，我也不会说管它是硬菜啊，是什么啊，豆包啊、豆腐啊、饭菜啊，我就这样吃，我就这样吃。哎，那吃饱了，请问师父，这样是不是叫做无相？我说不是，这样叫做厌讨。厌讨，好，老和尚可能厌讨，他不晓得。那个叫做愚痴，哪有说吃东西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那释迦牟尼佛也分不清，你说这是豆包，这个是豆腐，这个是花生，那是哪有那么笨的佛陀？对相清清楚楚，了知一切相，性相一如，当体即空，一切法了不可得啊！无所执着一切相，任一切相安住于他的岗位。安住在每一个相的差别岗位，然后用一个无所执着的心态面对它，就像镜子一样，一切的影像都粘它不住，它都不会污染。使用这种心态叫做平等心，叫做平等心啊！所以我们要用这种心来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优点变成别人的负担，这不是优点。把我们的知识变成我们的骄傲，这是修养不够。因此我们也记住，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优点变成别人的负担，讲起话来哎，通通是对方不对，哎，讲起话来就责备对方，这不是一个修行人。要想学修行，必须先学修养，这是很重要的， very important。你要修行，一定要先学修养。修养，像我，人家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有钱没有钱，地位高低来，通通一样，通通一样。哎，有一个台南的人，哎，他平常也不信佛，他打个电话来，说慧律法师啊，麻烦你来帮我爸爸加持，然后我说你是谁啊？你不认识啊？是因为人家介绍的，人家介绍说，哎呀，慧律法师怎么样怎么样子修行啊，怎么样怎么样，请他来帮助。对啊，我说你有平常有信佛没有？我说没有，这个不敢了，靠过去了，没有，他本身就不是佛教徒，是修。如果你去跟他加持啊，会毁谤的呀。有一次啊，我去跟人家加持，哎，第二天呢，他儿子出车祸了，然后他骂他了，就是老马力，那枪狠心来，还让这个得力也出车祸，就这样子。你去跟他加持，还要保证他家平安。这个人是没有智慧的了，哎，他就说，慧法师，你来帮我爸爸加持，我100万供养。我说对不起，佛法不是用卖的。佛法是用求的，对不起 ，I'm sorry。有时候啊，我们也是蛮有个性的，是不是？啊，你哪有说你100万，我们就去那，话说等起书记哥 ，Hello， 当天就到了，没有这样子的。哎，100万的钱如果不知走，够用就好了。1000万也是一样，1000万也是一样，是不是？所以啊，我们要了解，我们没有分别心是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有智慧啊，我们要有智慧的没有分别心，而不是说那种愚痴的没有分别心啊，迷迷糊糊的搞不清楚状况是什么东西，那叫做没有分别心，不是这样子的啊。再来，我们修行啊要放下，放不下苦了自己，这句话是名言呢，智慧的语言呢。放不下痛苦的却是自己。你今天为什么会痛苦？放不下。为什么会争执执着？放不下。两个夫妻为什么会吵架？看法不一样，放不下。所以这个放下，有一次啊，佛陀的弟子啊来见佛，
拿了左右两手拿了花，佛陀说放下，把右边的花放下了，佛陀再说放下，他把左边的花又放下，佛陀说放下，他说这弄放下了，谁放下？哎呀，就那都放下了，怎么都通通放下了？佛陀说万法通通要放下，通通要放下，记住放下不是忘记自己的责任哦，不是忘记自己的责任哦，而是面对自己的责任勇于承担，但是拥有一颗健康的心态，不执着的心态，非常勇敢的承担一切的现象界，然后说佛法就是既现实又超越，既超越又现实，这个就是佛法。六百个人这鼓掌的声音啊，才那么一点点，所以这个放下这两个字啊，是真功夫。我们不要当学者，有的人啊，弥陀经研究得很好，唯识研究得很好，天台华严都研究得很好，碰到什么事情哇，那比谁都更执着，人家说他不好愤怒，人家说他好你得高兴，那不是，那这是哪里是修行人？修行人你说他不好他笑一笑，你每天诽谤他他笑一笑，你每天赞叹他他也笑一笑，可以哭不可得的事情，当体即空，本来就没有这种融入诽谤，本来就没有这种东西啊，你分析开了哪有这种东西，是不是什么侮辱跟赞叹？所以我们要记住，天欺人欺因果不欺啊，天会欺负你，因果人会欺负你，因果不会欺负你的，因果自然就把你调得好好的，那些坏蛋啊迟早要受报应的，如果你了解因果，你就会接受这个因果，当你就不会烦恼了，谁造恶谁就接受这个因果，一点都逃不掉的，对不对？你也不需要去解释，这个世间人那是颠倒莫分不清楚的，分不清楚的，对不对？说这个人没有这么好，你每天赞叹他，他不会成佛；这个人没有这么坏、这么烂，你每天诽谤他，他不会下地狱的。修行人是对自己的因果负责，而不是说我每天做个表面虚伪来对你们好坏。这个都不重要，学佛的人要诚实，诚实非常重要，我们要诚实，有多少就说多少，含蓄一点，我们可以用骄傲来表达让别人反感，可是我们也可以用谦虚来表达让别人来接受，对不对？表达我们自己，不需要用那狂妄一副高傲的好像是社会上很有地位分量的什么大企业家政治家，走起路来好像都有风，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的，是不是？就是所以恭敬，恭敬，要看情况啊。就是有的人啊，是很谦虚，对，是非常恭敬。恭敬的有时候实在是，这有点你受不了啊。什么受不了呢？你有时候，我有时在雷音寺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正在刷牙。哇，那个徒弟从山下拜山拜到山上去，赶快在刷牙，看到师父在刷牙，顶礼师父三拜，就拜下去。我跟你讲，一拜就好了，讲不出来在刷牙，他还是拜，这种好奇怪呢，那种他还是继续拜，没办法了。有一次我正在剃头路头前面这个路完了，像356一样，有的徒弟来顶礼师父三拜，一看哇，这好了好了好了，师父在剃头，他也在拜，在拜，你看这剃像356一样，这好看吗？对不对？这师父在刷牙吃饭在这个剃头发的时候，这不可以顶礼的，要懂得礼貌，是不是？是不是要懂得礼貌啊？要懂得礼貌，就是我们呢，要懂得礼貌。
所以唱功啊，常讲我们对人都要礼貌，何况对佛菩萨。哎，唱功这样讲，而且大殿不要放屁。他以前都讲下风啊，下风，记住啊，这印光大师，这个讲的不是讲笑话的。印光大师在这《印光大师进化录》里面讲啊，啊，说在这个大殿里面下风啊，就是放屁啦，要做500世的厕所的臭虫。嗯，哎，有一个信徒公，该过罪，有个信徒，哎，他很直，他问了一个问题，好棒，他说，哎，在大殿不能放屁啊，不是你看不从啥？意思说要不肛门要干什么用呢？肛门就是大便跟放屁嘛，是不是？我说也不是这样子啦，也是大便不要就好嘛。所以这个是一门学问啊，要小心啊，哎，小心啊。所以那天要去我们的老和尚这边供修的时候，千万不要吃那个番吉啊，吃那个比较会制造空气的啊。好了，再来，我们呢如果拥有了自信清净心以后啊，就近解脱，哎，就近解脱，我们就会活得很自在啊。我们了解因缘生因缘灭的这个世间呢、啊、你就不会有什么稀奇的，没有了。你去看海豚表演跳一跳，有开始就会有结束，因为你就有心理准备了。对人生的看法，有生就有死，很平常心看这个生老病死，世间没有永恒的，哎，世间没有永恒的。拿着恋爱当中当中的男女啊，你就当他是疯子，这莎士比亚讲的，哎，这三句 I love you forever， 世间哪有说我永远都爱着你，没有的，没有的。冷静想想看，有生一定有死，有开始一定有结束，慢慢我们理性就会产生，我们的智慧就会产生，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不会那么的执着啊。世间人很执着，比如说啊，有一次啊，哎，发这个包子，哎，发这个包子，哎，没有学佛的人发包子就是来，像我们结束以后，对不对啊？要发粽子啊。都没叫我喝茶，我也忘记了、因为都没有叫我喝茶，我忘记了。讲到哪里了？啊？到包粽子，嗨。年纪大了就常常忘记了， I'm forget, I'm sorry。 哎，因为发粽子发这个包子，世间人发包子是这个给你吃，这个给你吃，这个给你吃，这个给我。学佛的人他有智慧，他知道起点就是终点。学佛的人要这样讲，来，这个给你拉，这个给你拉，这两个给你拉，这三个给我拉。我拉多一点，这一定的道理，有吃他一定会有拉。有吃他一定会有拉。哎，我们如果有智慧，我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连你看这个世界有钱人，你不会去攀援他，有钱他一定有钱，也是假象了。对不对？你有钱做什么？问倒一回家呀。有钱买不到智慧呀，有钱买得到课本，买不到智慧啊。有钱你买不到床铺，你买不到睡眠、啊、是不是？你有钱你买得到我的智慧吗？你买不到的。所以说钱是相对的需要，不是绝对的需要。相对的就是钱当你用得到的时候很重要，没有钱没办法办事。可是钱并不能解决任何的事情，钱不代表幸福，钱不代表快乐，钱也不是等于智慧，钱只是在某一个时间空间恰到好处，它是可以发挥的，对不对？哎，所以说我们呢，学佛的人呢跟世间的观感不一样啊。再来，
如果我们拥有了自信清净以后呢，我们呢这个容忍的心呢就很大，心胸就会像虚空一样，虚空一样没有门户之见，没有三途主义。你就讲你说哎呀，你们佛教有三途门户之见，我说没有啊，没有啊，对不对？我们讲这每一个道场都有每一个道场的立场，每一个法师都有每一个法师的法，所以我相信每一个法师都是慈悲的度众生，没有什么门户三头之见，不会的啊，不会的，这是我们很相信的啊，只是法不相同啊，法法都是平等的，哪里都是好的啊，所以只要哎在海外建道场啊，在度众生，我们都很赞叹。包括西来寺行云大师，包括我们的啊一些前面所做的比丘尼，我们都很赞叹，对不对？何以故啊？在这里见道场不容易，这我们已经讲过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容忍世间人呢、啊，又容忍。释迦牟尼佛不是叫你这样子，释迦牟尼不是叫你容忍，释迦牟尼佛叫你用智慧去容忍。用智慧，比如说你欺负我，我说我今天我忍耐，这个不是功夫的，这个不是功夫。今天你欺负我，我忍耐，这是功夫很差了。哎，真正有功夫不是这样子，真正有功夫，你侮辱我，我感谢你，你给我阴影，哎，让我学习忍辱，我非常的感谢你。哎，你一直伤害我，我很感恩你，何以故？哎，你要成就我，把众生的侮辱当作是训练，把众生的一切的逆境当作是真善缘，学佛就是这样的智慧，要用这样的智慧。转一个念头。转一个念头，稍微转一个念头，稍微转啊，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记住，六祖讲的那句话很重要：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无一物，就是说它当体即空，是不是？当体即空。啊，比如说，哦，这是一朵花，这花得很漂亮，是不是？花得很漂亮。花给它放着，放了几天烂掉了，再放几天干了，再放几天，哎啊，剩下的哎干了，哎干得很严重了，哎剩下来就翠微微尘灰烬，哎，媳妇的人他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有一天他会化作灰烬，你就不会被他的种种的色彩所迷惑。人也是这样子的，不管男女，你穿得这么花枝招展。通通是无常，通通是因缘生因缘灭，通通是不净的不清净的，这个色身通通是不清净的。所以人是一块会腐烂的肉，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任何事情要拿捏得好，也不可以太极端，不可以太极端，修行不能用极端的方式去修行。哎呀，听到佛法了太好了，念佛念到两三点不睡觉，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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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讲两三点不睡觉，怎么样？第二天上课，拼命睡觉；上班拼命睡觉，哎，就是台湾有时候也是这样的，这感性的邪佛，感性的邪佛，哎，这有一次、啊、有一个徒弟啊，听到一个地藏法门，哇，这个半夜都起来拜地藏王菩萨。非常的用功，一个月一年都是这样办，很静静的，但是呢都是办到凌晨两三点，哎，弄得他的先生啊，他每次都是冲上面哇跪，那拜佛拜到这样子啊，这样子，哎，后来啊体力不支啦，哎，开始生病了，信佛以后，哎呀，听经闻法了，碗都不洗了。碗都不洗了啊！早上，看以前都起来煮早餐了，现在用功，看，他儿子来，妈妈，
20块吃早餐。请这里卖茶你听我然后我叫他不要吵。哎，后来他是说妈妈上课来不及了，他拿那个敲木头的擦屁呀，那吵死了。我忘记说他现在诵金刚经啊，哎，无我相无人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哎，大雄龙无了，每一项通通有了，通通具足。念经是念佛祖听，不是念佛一听。佛祖就不让你念佛一听啊。诵经，释迦牟尼佛还要你念经给他听哦。你弄错了，念经是念给自己的啊，回光返照是关照自己的，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佛法容易了解，习气很难断。佛法易修，习气难断呢、啊。这个习惯性啊，我们的习惯性啊，那习惯性啊，这里我们要记住啊，要用智慧啊，要用智慧去容忍啊，你已经拼命的忍耐、没有用的，要观空，观一切法不可得，没有一个真正的这样的人，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人，也没有对方，也没有我们啊，到最后，比如说100年以后。啊，我们这个所有今天在洛杉矶听讲经的人，100年后通通没有活，一个都不活在这个世界。哎，一个徒弟啊，他很残忍，每次碰到师父就说：“师父，你度众生好伟大，你要活到200。”我说：“你这个人那是坏死了，200多惨啊，活到200的牙齿都没有了，牙齿都没有脚，吃饭怎么？”没办法了，吃饭的时候他要用水果果汁机打烂的，用喝的啊，用喝的了，是不是啊？200岁的时候，额发苍苍，额视茫茫，齿牙动摇，对不对？200岁，是不是？这也是很残忍的祝福。让你活200岁，你要不要？没，大家都不要啊，要赶快到极乐世界去啊，对不对？谁要活200岁，对不对？说那200岁的时候，哎，到年纪大的时候，我看到年纪大的是很可怜的，真的是啊。有个阿伯啊，等等，嗨，慧立法师，然后就一开始走路，哎，去给他量，才走30公分，走了好久才走30公分。哦，也讲了，就给你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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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地踏不踏？我要见慧立法师，哎，赶回叮当啊，那，是不是？啊，没办法，年纪大了，这是很苦恼。那再来啊，到年纪大了，射护腺肿大，尿失禁。台湾有一种啊，这个成人纸尿布叫做包大人，包大人哎，对不起，包婴儿。台湾有的纸尿布叫做包大人，包大人呀，因为那尿失禁啊，这个尿禁不掉啊，一冲一大包呀，叫做包大人。我们了解，哎呀，这个世间哦，真相就是这样子。再来，我们呢，如果说修习佛道的，开悟到清净自性的人呢、就是冤亲平等，冤亲平等。我们这个要学习最重要的修养。你不要看到你的敌人就愤怒，或者说你要感谢你的敌人，因为敌人最先看到你的缺点。佛陀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敌人，因为敌人最先看到你的缺点。跟我们也是一样的，在这个世间呢、不可能每一个人所作所为都让你很如意的，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让你很欢喜的，你一定会碰到那一些哇，那个不讲道理的，而且你脑筋转不过来的，你一定会碰到那一些实在是让你受不了的人，一定有的，一定有的。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用智慧，我们就要用智慧了。你不需要去忍耐他，佛陀说你务须忍耐境界，境界不可得，你不可以用忍耐去面对他，忍耐还是有抗拒啊。佛陀说
我们不应该用抗拒的心态去面临这个世间，用抗拒的心态那还是会烦恼的。我们要观想一切相不可得，当体即空，一切法本来就是无生，也不实，也不来，也无去。要了解一切万法皆空，唯心所造，那么这样子就在你的起心动念里面下手。因此我们要记住冤亲平等，跟我们很亲近的人我们也是这样平常心对待，对我们有恨意的人，一直找我们麻烦的人，只要你有钱有地位，真的，只要你有钱有地位乃至有一点点知名度，小心，你就是打击的对象。我都说生命是无常的，背叛在这个世间是很正常的，背叛。哎，这两个母女为了几句话怒目相视，反目成仇，这个很正常的，一直怒目怒目，哎，是很正常的。兄弟为了分财产怒目相视，反目成仇，很正常的。这世间贪嗔痴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是邪佛就不是这样，分财产分多分少都无所谓，我的福报有你抢不去，我的福报没有抓不到的，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你得到了抢来了，你有灾难。记住师父的话，这句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这句是慧立法师讲的、不应该是你的东西你抢来了，抢夺来了，你有灾难，灾难就会降临。所以我们一切修行人随缘，吃好吃坏对不对我都无所谓。我们到哪里啊，啊，大家都对师父非常的恭敬，非常的恭敬，非常的好哦，煮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水果买了一箩筐啊，一箩筐，哎，师父你缺少什么啊，都买了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对不对、我跟他讲啊，这个要是买这么多东西要是能够换成现金的话我是比较喜欢一点，因为现金是比较较袂歹袂烂哦，放在口袋里面应用无穷，哇，是不是？哎，所以啊我常常告诉他，哎，我们啊要供养法师啊还是要用智慧，因为有的人呢是很固执的，这个你不要认为布施是一种聪明呢，有时候布施是一种愚痴。有时候文殊讲堂啊做法会，做法会啊我们要修一切咽口啊，这个要补啊，啊要补，要咽口，咽口里面哦这很多的贡品啊，那个米很多，因为那个信徒来啊他是突发懂一点点，他就是不折合现金，理念跟我不相应，他通通要买米了过来，我跟他讲这米吃不完，是不是？哎，那你我说那你随缘好了，哎，还是买一堆的米来，他就是要买米来，嗯，你无奈他何？后来这吃不完，吃不完没办法，那个米啊都生虫，虫也没办法换现金。哎呀，这真是的，你这个布施啊就是他们不够智慧，师父已经告诉你我这个米吃不完，对不对？你这样子是不是增加我的负担呢？后来我们没办法就把这个米送到孤儿院，因为这个米实在是太多了啊，我们的那个比丘才几个而已，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台南每一次都送粽子来，你知道吗？送粽子送多少，我们用那个冷冻库一直放粽子，一直放粽子，一来一直放粽子。如果我们法师慧立法师弟子的徒弟每天都吃那个粽子要吃一个月，吃个老塞等阿阳腹泻再去给医生看再来吃都吃不完。那种布施你说他有智慧吗？
对不对？没有智慧的，没有智慧。可是你在跟他讲，哎，我们也是布施啊。那师父，那我们要布施什么，你们才满意？哦，我们又不敢讲。当然是现金喽。哦，我们又不敢讲，对不对？你每次都弄这个来，啊，一点智慧都没有，哎，跟师父的法不相应。讲笑话啊，再来啊，你说我们的冤亲平等啊，哦，是说我们要，哎，布施啊，也是这样子的。看到冤仇的人呢，啊，很讨厌的人呢，啊，你也不要去讨厌他，你起心动念统统叫做修行。所以阿姜茶讲过一句话，很了不起，这句话你要背起来，一定要背起来。这句话就说，放下一切的执着，是修行人一生一世的功课。再说一遍 ，one more again。放下一切的执着，是修行人一生一世的功课。如果我们很用功，早上起来做早课，念念念，不错，很好。晚课我们也做，对不对？第二天一睡觉起来，忘记了 ，and forget， 忘记了，就开始争执了。那个不是修行人。那个差，那差太多了，是不是啊？哎，像我们的话，我这个通通好了。哎，我徒弟就说：“师傅，你奇怪，你怎么都不会生气？”我就问他说：“你认为世间什么东西值得生气？”他说：“人家这样子污蔑你、毁谤你，你也是笑笑。”我说：“这个事情已经佛陀在世就发生过了，我又不是大圣人，释迦牟尼佛都要受毁谤攻击了，何况我一个小慧力。”A little 慧力，这没有什么啊，这个没有什么。这个世间你要是把它看得很严重，什么事情都很难过了，对不对？是不是啊？释迦牟尼佛那种大圣人，人家就是攻击他、毁谤他、污蔑他，那你何况是一个小小的法师，是不是啊？这个没有什么啊，平常心看待就好，啊，平常心看待就好，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呢。有智慧的人啊，看事情啊，什么都是解脱，处处解脱，哪里通通是极乐世界，哪里是啊，都是净土。所以啊，我们学佛法的人呢，啊，要学什么？要学用哪种心态来学佛？记住，要用天下太平。开悟的人就天下太平，没事，没有什么是非，啊。如果我们一个法师啊，还跟人家争是争非、争长争短，人家说我们好，我们很高兴，人家回谤慧力法师，那我气得半死，一天到晚向人家解释这个解释那个，我的生命不是拿来解释的啊！你对我有信心，你来；你对我没有信心呢，大家保持一个尊重啊！你要相信外面的流言，这样攻击伤害，那都是你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情。就像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的，他坚定他的意志，普度众生，这是他的责任。关于外道的攻击、伤害、诽谤，这不关我们的事情。所以，诸位，我们学法就依法不依人。要记住，这个法师讲的法是正法，你就必须依他。啊，记住师父的话，不要看他的缺点。如果你今天听了两个钟头，听到我这一句话，记住，我们要亲近三宝，要亲近他的法。他的法可以让你了生死，这就对。不要看他的法师的缺点，这不关我们的生死。那记住师父的话，这一句你听得进去，你今天就受益无穷，受益无穷，一直到你死亡都没有问题。有一天，我有个徒弟，他叫我不要讲，他叫我不要讲，不要讲他的名字。我说可以。六十几岁一个男众，还拜佛。拜佛，一直拜佛，拜佛。哎，西方三圣现前，他那个墙壁整个光都透过去的，整个光都透过去的，他心非常的清净，非常的清净，非常的清净。啊，拜佛拜的，看到西方三圣，一边欢喜一边担忧，他怕他着魔，他怕他自己着魔啊。哎，然后啊，很紧张，很紧张。哦，他很用功，没。然后他来问我师父，我看到这个西方三圣，
我的放光非常强烈的光啊，这眼睛又是睁不开，哦，很清楚啊。然后来问师父，我说莫作圣解，莫作圣解即遭情险，这个楞严经讲的五十种阴魔里面就这样讲的。你如果你看到西方三圣闻到香见花见光，你不必高兴，但是啊，给自己一个信心，这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传真来了，往生有希望了，传真了，嗯。这个在家居士啊，他有一个优点，有一个优点，你们要学，要学一学，嗯，学学，不错，嗯。如果有人来啊，在家人啊，来他的面前，他只要谈正一个法师的过失哦，他马上就呵斥，他就说：“好，你讲的法师，对不对？纵然他不是很好，至少他有一件袈裟，值得让我们顶礼。我们做在家居士的，连剃个头都没有勇气，我们不够资格毁谤出家人。”出家人再差都比我们在家居士值得我们恭敬，诸位你说是不是啊？所以呢，每一个在家居士来，他就不准谈出家人的是非，哎，所以他在那边没有任何是非，他就是一心一意的依法。然后看师父那净土圣贤录一节，哇，我写的那啊，我做的那净土圣贤录一节啊，用功如法如理啊，然后如法修持，见到佛光西方三圣，多么好的事情，对不对？净土法门从我大学学佛以来，我从来没有动摇过，从来没有动摇过，一直到今天。有的人念佛念老半天，他有时候念到一半，他都会起来看看，哎，阿婆看到过来。起来，哎，是偷偶尔看，会不会偶尔佛陀突然出现在空中，还是没有？哎，用这种惊讶式的看观看法，哎，我告诉你，求来的感应不好的，记住，我们念佛专注的时候，那清净心自然就显现，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心清净了，一心不乱，诸佛菩萨自然就在影现当中。你只要一心的用功，不要管有没有看到佛，有没有见到佛，你要深信切愿，然后啊，要如法修行。行，我们深信，就是要相信有一个极乐世界，相信释迦牟尼佛不妄语，相信过去的人这么多人往生极乐世界。那绝对不是开玩笑，不是骗人的。第二个，你要发愿，时时刻刻要发愿。所以啊，台北啊有一个信徒，啊，他活得很有钱，活得很烦恼，很烦恼。他一碰到师父，就开一千万给你，这就开一千万给你，一千万哦，不是美金啊，台币啊，一千万的美金还得了？哎，还得了？一千万的美金我都表啊。都活你啊，没哈，然后哎，再来又开一千万给你，你每次都问慧法师你要多少？我们这个人是很客气的，很内向的，我们怎么敢讲我们的理想呢？是不是？哎，你的一说，所以说，我看他活得很烦恼，我就跟他讲说，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有钱？你这个人这么有钱，这活得这么痛苦。我这个人是这么穷，可是我们回头这么超越，人怎么会差那么多？人怎么会差那么多？我说你在烦什么？他就说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很烦。他也不是没有听经闻法呢，他听很多的录音带呢，也都很认真念佛呢，几手印，因为我们都教那个密法的安乐妙法啊，几手印种子字，他都用功啊，还是活得很烦恼。是不是？所以啊，这个就是智慧的重要。
智慧的重要。你有智慧的话，你心很平静的，这个世间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事情，因为根本就没有起点，缘起性空，也没有终点，缘起也是性空，起点就是终点，它终点就是起点。如果你认为有开始跟结束，都是妄想，讲空讲有也是妄想，讲一切相还是妄想。我佛法当中要如是知，如是见，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所以我们要从哪里下手？你说师父，我修行，我从哪里下手？很简单，很简单，教你一个最好的方法，你二六十中通通要观想无常，记住师父的话，无常。比如说有一个人去打高尔夫球，一打唰，一颗钻石飞走了，二十几万呢、啊、打高尔夫球这样一甩，一粒拍出去20几万。拼命的找，拼命的找，对不对？哎，找不到，找不到啊，放不下，晚上睡不着，那个钻石20几万，一打高尔夫球，高尔夫20几万没有了。要是我的话，一定睡得着，一定睡得着，因为我不会带钻石。哎，那个对我们的生死了无帮助，所以我们内心里面观无常，还有就是告诉自己那是无常，有得必有失，这个世间的假象一定这样子。可是有一天呢、啊，哎呀，有一个、啊、中年人呢、啊、来到我这边，哇，哭得很惨呐、啊，说一下，我哭得很厉害啊，时间到了没有？Chinese up。他说哭得很厉害。我说你哭什么啊？他说呀，我先生啊，年轻力壮啊，这样子、啊、车祸、啊、死掉了，死了。哎呀，他哭得很伤心啊，我们的感情那么好啊，啊，我都没有心理准备啊，他就死了。没有心理准备，他就死了。所以话真不甘，真不甘就是很不甘愿呐、啊，哈。这个就是没有无常的观念，没有做心理准备。记住，这个世间是无常，随时随地你所拥有的通通会消失，包括你的先生、老婆、你的儿子，随时包括破产。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身上很多钱 ，very much money， 很快就破产。也许你很快就会赚很多钱，对不对？哎，很快就赚很多钱。所以啊，如果你要修习佛道，如果空性的思想不了解，如果我们的自性清净不了解，没关系，没关系，观无常，观一切法不可得。生病告诉自己是无常，钱掉了无常，兄弟死了无常，飞机爆炸无常，破产了无常，对不对？两个人呢、啊，母女吵得半死，无常，一直在变化。任何一分一秒，这个世间通通在变化啊！我的头发白了，无常，无常，随时随地都告诉自己，然后心呐、啊、安住在无所执着。我告诉你，你的心很清净的时候啊，啊，有人讲过一句话：烦恼比岁月更易催人老。修习佛法的人，你50岁都看不出来，你看不出来呢。我到泰国去的时候，泰国人讲英文，我跟他讲 ，I'm 46 years old， 哦、oh, ，I don't believe。哎，我跟他讲，我46岁了，他不相信，你知道吗？那泰国的那个女孩子30几岁啊，跟他走在一起，跟他问阿妈呢。跟我奶奶一样，我奶奶也差不多这么老而已啊，真的像我奶奶一样的老。哇，那个泰国人老的实在是够快的，太阳很大，太阳很大的，就是他们说这个是修行人，这个不可思议。我跟他讲，我快50岁了，他这样讲他都不相信，不相信。他说师傅你吃什么？我说我吃智慧，吃智慧啊，哎。智慧是最佳的营养食品，智慧就是最安详的枕头，
最安详的枕头。我们有了智慧，我们内心里面充满着法的喜悦，对这个生命觉得很有意义，非常有意义。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会胡思乱想，这叫做智者无梦啊，智者无梦啊。啊，那么时间快到了，那么我在这里要呼吁哦，呼吁哦，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华人们呢，不管你是广东大陆，是香港，是越南华侨，是中国的华侨都好，我们佛教要团结，我们没有本钱分裂，你说是不是啊？啊，我希望要尽心尽力的支持我们呐、啊，洛杉矶所有的法师，只要在这里建道场的，要好好的鼎力支持他们，鼎力的支持他们。